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这一款《Breeze 英雄崛起》。闪电战英雄崛起。好，给他解压缩一下。嗯。嗯，游戏的话，我看一下啊，10月6号更新，那发布的话是2021年11月，也快两年了吧。不过它的下载次数也是100万加啦，我100万加。我最近会找一些下载量比较大的，然后我都没玩过的游戏。那可能台服。就没有宣传嘛，然后也没有代理这样，然后就不知道。不过有中文这样。因为 Play 3300游戏真的超级多了，有些是分地区嘛，你可能台湾就下载不到或者怎么样。那我至少玩的，如果下载不到，我也会跟大家说一下。那这个翻译应该就是机器翻译吧？什么跟商人争吵啊？西方玄幻吧，音乐不知道有没有版权欸。好，看起来是放置卡牌 3D 哦，然后有一个头像可以释放技能。哦，欸，档案多大啊？刚下载了一下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哦，130MB， 那他可能我不知道他不会在背景下载了，因为这个模组看起来不会太差。色调的话对比蛮鲜艳的，那今天是10月8号啊，欸，是不是要双十国庆啊？国庆节我放假吗？我也不知道欸，有没有放假？上班族跟学生最清楚啊，那不是我关心的，因为对我来说每天都在放假，就没有那种上班的感觉。是你如果你的生活是没有一个段落的话，你会觉得好像每天都一样。所谓的段落就是，比如说起床，你是要上班，你要坐公车，或是坐火车，或是通勤、开车啊，或是骑机车，那就会有一个段落。然后到公司之后又一个段落，然后中午你出去跟同事出去吃饭又一个段落，下班如果跟同事出去吃饭又一个段落，然后你回到家又一个段落，你就会生活就会变成很多片段去组合起来。那像我没有啊，就是起床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啊，没有人逼你，是吗？你就没有那种上下班的感觉啦。然后这种问题就是你时间过得特别快，因为你没有段落嘛，对不对？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，就是时间过得比较快啊。那如果你是做那种你不想做的事情，就觉得时间过很慢，比如说通勤啊，哇，比如说塞车啊，很痛苦啊，或是坐电联车跟人家挤啊，或坐公车跟人家挤啊，或坐捷运跟人家挤啊，或是骑摩托车，大太阳底下骑摩托车超热，或是下大雨，冬天超冷。欸，我刚刚讲这些都是我以前体验过啊。冬天超冷，然后又下雨，然后骑摩托车要骑30分钟上班，有够冷的，手都冰冷，戴手套都要去买那个。我后来就买那种很好的手套，就那种重机专用那种很厚的手套，然后它有那种卡缝，就是那种半纤维防摔的那种东西，然后那个穿上去之后就不会冷。可以挡风，又可以防水、挡雨。
好，这个因为这个是放置卡牌啦，所以玩法上就是比较常见。这边是阵营克制嘛，我这边是阵营，然后这个光好像克全部哎，这么厉害。我们刚不是失败了吗？我觉得每次玩国外游戏，他们的模组都做得不错啊，比较写实一点，就看你喜不喜欢。我常说啊，如果你希望你时间过慢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人家的两三倍，体感人生，体感时间，因为时间是人类创造的，应该说是文明创造的啦。因为有一些物理学家或是一些他们在算那个演算的时候，时间这个算术是人创造出来的。搞不好宇宙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，是我们自己感觉时间怎么样，所以我们都会有感觉，就感觉怎么时间过这么快，感觉今天好快，感觉今天怎样。就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过得长一点，你要度日如年去做你最痛最不想做的事情。对我来说啊，什么时间过最慢，什么时候，以前当兵的时候，当兵的时候时间大概一天大概是外面的两天吧，那种感觉，而且都不能放假，因为你那个部队总是要有人留守嘛，就跟我们维持社会的运作一样，有些人的工作他是必须轮休的，三班制啊，或是六日是不能放假的，要去排班。排那个放假假表，以前当兵也是啊，就你不可能每个礼拜放假，你可能就两个礼拜放一次假。那原本两个礼拜，假设每个礼拜放两天啦，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是两天吧，那就是你两个礼拜可以放四天，那就是十几天没放假，然后突然放个三四天这样。然后你放越久，你就越不想回去，你就越痛苦。就好像你想到啊，明天要上班，好痛苦啊！今天六日已经过得很开心了，已经很轻松啊！一想到明天要上班，很痛苦。那个当兵的那个痛苦指数是好几百倍，好几倍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啊，好，我们回来游戏吧，反正就是。这种直立式的，然后由下往上冲的这种放置卡牌，然后是这种西方玄幻、奇幻啊，模组还 OK 啊。这种游戏就是有 PVP 嘛，然后故事战役啊，然后有什么阵营 buff 啊、阵营克制啊，然后英雄养成啊、抽卡啊、升星啊这些啊。那我这边有一只十一级嘛，那这三只还没练。待会来练一下，我还骑马这么帅，哼。好，我们回我们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这头像很丑啊，换一下。我这边有一些美少女啊，还有精灵啊，就换一个你看得顺眼的，然后 ID 改一下，这个。你中午看看可不可以取？好，可以。然后语言没设嘛，这个自己设，然后加工会这样。然后设定的话，国际服啦，这一定是国际服。转介哦，那社群的话，我会把那个脸书贴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图形可以再改高。会在离开后设定。离开设定之后套用，这个像素是怎样？不能改啊，帧率高哦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像素是什么意思啊？感觉越右边越高啊，越右边越好啊。好，银行。就我们的商城啊，翻成银行就 bank 啊，月卡，
然后礼券。好，这个是客制可客制化特惠。好，可以得到我们的东西哦，这么厉害。哦。然后销售机器翻译啦，因为它国际服嘛，它把它多国语言啊，全部都用机器去翻译，它没有特地的那种找那个翻译人才来翻译。这个是礼包吧，还有 VIP 哦，英雄传送门，抽卡吧，但是我现在没有，好穷哦，只要是没有代理的游戏就这样啦，没有什么福利耶。想要福利门都没有，请氪金。好，每日每周成就。然后转介，转介是什么？邀请好友哦，给那个礼包码、邀请码之类，是不是？美安装什么什么什么分享，好吧。然后荒原应该是一些副本玩法吧。然后我们的战役放置挂机在哪里啊？先不管，我先养成一下啦。我才不要过去，我先养成一下。哇，120几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像不同位阶不一样，像这个是什么卡？一星，这个白星，刚那个是黄星，白星，这个眉星，OK， 橙卡、紫卡、蓝卡，哦，看出来差别。然后我的英雄，然后这个是一些图鉴吧，实战测试这样，不死将军。实战测试很快，应该是 coming soon 是不是？就告诉你没有，对不对？有动画哎、欸，然后有一些语音啊，呵啊。比如说每次玩国外的这种放置卡牌，我都觉得他们的那些模组啊都做得不错，至少都还蛮有创意的，没有那种抄袭的感觉，没有那种免洗感，哦，没有那种每次玩那个大陆手都会有一些免洗感，比如说那个三国的每个都长得差不多，关羽啊、张飞啊、赵云都长得差不多，可能是我玩这种游戏也比较少，是不是？接触不多，我就觉得他们的模组都还蛮新奇的，我都好新奇哦！这些生物他们怎么画出来的啊？这个侧坐山羊哦，感觉像维京战士哦，冰之使者、维京勇士、蜥蜴人哎。就看这个就觉得，这不是神灯精灵吗？然后他的技能 ，OK， 难怪有100万加的下载实力啊，确实是还不错啦。小屋背包好友新建，然后这边有设定玩家资讯，这刚刚的设定嘛，只是这边跑到这边来了。好。聊天是2-3才可以啊，这个应该是收益啦，收益就是那一只小动物吧，他拿着一个盆子，里面拿着一个那个壶哦，陶器，那里面好像有金币，那个应该是我们放置的，我这边已经 auto 了嘛，一倍两倍，哇，我们这样就很好了，胜利了。
胜利他们会转身，有没有？有的游戏都不转身的，都看不到他正面。这个游戏会转身，胜利就转身给你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家伙应该是放置的啦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有装备哦，那就继续玩嘛。这边有一些任务。可以稍微大声一点点。阵营 buff， OK， 三位同阵营，这边应该没有敌人的吧？这个是敌人还是我的啊？哦，那可能这个是敌人的啦。那这是我们的，我们的可能都不是同阵营的。哇，这个即时战斗，人物是会往前的哦，不是在原地发发气功、发发子弹哦。而且近战就真的往前哦，那、啊、这真的做不错。啊，有装备，可以让我们的强大的英雄穿戴一下，穿戴一下。然后你也可以再升级啊，突破一下。啊，没有资源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玩下下咯。还不赖，还不赖，还不赖。插在这个视野不能调整，可以稍微仰角俯角调一下。哦，你可以仰角俯角这样稍微拉一下。左右不能拉左右，有的可以稍微拉一下左右。这个只有拉仰角跟俯角而已。然后他们虽然会喊呐、啊，但是没有语音，因为他们有声音，就是战斗的时候会稍微发出声音，人的声音。但可惜就是没有喊必杀的那种声音，可能国外游戏跟日本游戏不一样吧。日本游戏比较会喊一下，他们说呵啊，哦。对方也骑马、欸，可恶！对方竟然也骑马，真厉害！你看他会特写拉镜头，不，那个应该是 BOSS 战吧？哦，费南德，哇，又眼睛又看不见了哦。居鲁士复活啦，就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史诗历史故事吧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闪退了？而且我这个画面怎么变得奇怪？我重开一下。好，回来。刚刚是直接模拟器卡死啊，不是游戏闪退，是整个卡死，完全不能动，我就重开。那这游戏还不错，不过玩法一样是放置换皮啦，就看你想不想玩。我所谓不错是那些模组啊都还不错。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那有兴趣的人就资讯栏位找一找，我会把一些下载的资讯脸书贴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